咦，就够期检查咯。你上个月咪做完身体检查咯？唔系我，系我哋同大嘅固定电力装置要检查。系、哦，根据规定，指定场所嘅固定电力装置要接受定期检查、测试同领取证明书。我哋同大嘅公用固定电力装置允许负载量超过100安培，必须每5年最少进行一次检查、测试同领取证明书，以减少发生电力意外嘅风险。咁大家先住得安心。你身为业主立案法团主席，必须在定期测试证明书到期日前最少3个月，预早联络注册电业承办商安排检查，不要临急抱佛脚啊！仲要早啲揾埋管理公司、业主同住客协商停电安排。一早就倾好晒啦，连住户通知都准备好。早安排、早准备，大家就少啲烦恼啦，抵赚。所以你份生日礼物我都一早准备好啦。定期做好5年检，电力装置免危险。